12月11日，江宏杰在社交平台上晒4岁女儿的近照，引起热议。画面中，江宏杰与福原爱的女儿穿着红色的运动服，小脸圆乎乎的，超级可爱。她梳着和妈妈福原爱一样的同款刘海，看上去特别的软萌乖巧，身高似乎继承了爸爸的好基因。父女俩似乎是参加了幼儿园的比赛，小朋友特别的暖心，在后面贴心帮爸爸整理衣服，一看就是被教育十分懂事。比赛结束后，江宏杰也和女儿在一起留下合影，他把女儿抱在怀里，父女俩依偎在一起，特别亲密。女儿的五官神似妈妈福原爱，十分的乖巧清秀。此前江宏杰在节目上自曝与福原爱离婚后情绪非常的崩溃，不知道未来应该如何走下去，但是想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，所以还是不得不向前走，最后多亏了朋友的劝导，他才重新整理好自己的心情。最后也祝他们一家人今后幸福美满，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，也希望他早日开启新的恋情，在自己的事业上做出好成绩。